Opportunity fair when it's light and it's red. 熟悉的地方哦。这个不是我小时候常常搭的电梯吗？爸爸说，他的手是拿来做米粉的。他还说，我们是靠天吃饭的，只要老天赏脸，爸爸就可以开心一整天。做的米粉就是家的味道。我想你了，爸。我想你了，新竹。